我是道路、生命，在宣告中，耶稣为世人建立了信心的道路。这些圣言也成为我们经历世俗旷野的真理光芒与支柱，在时光沙地上，他所留下的足迹成为金色路径，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喜乐。是的。 基督就是旅程，他也是旅程的终点。让我们来与主同行，并跟随主的脚步前行。他要引导我们到达信心之地。 Thank you.
就是基督。约翰对众人说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。众人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他正在祷告，天就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降在他身上，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，你是我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受洗后满有圣灵的同在，因着神的计划，耶稣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，也因着他的脚踪，在人们心中铺设了充满盼望的道路。他坚定的前行，并教导那些跟随他追寻永生道路的百姓。瞎眼的得看见，
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又宣告主悦纳，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。旅程已经开始，耶稣从城镇到村庄宣扬神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并做了许多美善的事。他从众多跟随的人当中选了12个门徒，与他一同在传福音的脚踪中，引领这个世界由死亡与罪恶的荒漠进入神所应许有永生的乐园里。无论他前往何处，人们赞叹他的神迹奇事，并且惊讶他的教导，因他说话大有能力。地方不要再赶了。门徒说：“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
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但为我牺牲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许多人开始了跟随耶稣的旅程，他们的开始是充满了信心及勇气，但当这条路变窄的时候，很快的就呈现出许多的艰难与崎岖。许多人因此离开了这条信心的道路。对那些继续跟随的人，耶稣说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充满苦难，但有我与你们同行。赞美神的群众欢迎迎接他的到来，这位应许中的君王光荣来到，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。耶稣继续向着圣殿前进，虽然明知这条道路将是进入死荫幽谷当中，但他坚定地继续他的步伐，为着要完成神救赎的计划。全地尊崇勇敢
到父那里去的时间到了。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起身离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然后他倒了一盆水，开始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。我给你们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他问他们，你们称呼我老师、主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主，是老师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。在摇曳的烛光中，主耶稣扮演了仆人的角色，他谦卑地为门徒们洗脚，设立一个好的榜样，以自身的教导来彰显他的爱。门徒在主耶稣谦卑的清洗与触摸中得到更新，预备进入恩典的宴席。
地方，名叫科西玛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，你们要留在这里，在我前行祷告的时候也要警醒。”然后他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祷告说：“如果可能的话，是那时刻不要临到他。”当耶稣走入充满死荫的客西马尼园后，他深深地体会到因着罪人与神的隔离，也深深体会到忧伤、孤独与死亡所带来的刺痛。他表现出在父神旨意中的挣扎，即便面对的是一条孤独的十字架道路，但至终顺服在神救赎的定义中。为的是完成神救赎的计划，主耶稣在那凄清的山顶上完成了这个恩典的旅程。
主果然复活了，因此作为神亲爱儿女的跟随者，要紧握他恩典伤痕的手，靠着他的慈爱行走生命的道路，有他的陪伴，一直到进入被应许的乐园。耶稣，你就是基督，是和平的君王，你的脚中何等美丽！ 心。
神。